我觉得30岁左右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，要在做了一系列加法和四处乱跑之后，要做一次减法的重要时间，否则就晚了。为什么要做减法？你不是所有的都适合，也不是适合你的所有的事你都该去做。8条线拴着你，你能跑多远？它可能会互相牵制。